这样啊。哎、欸，已经比我重了哦，你注意点哦。我刚刚你不要回家了啦，艾琳，你不要回家了。要要要，还是要回家。哦，圈，个圈。那种看起来只有晃一下的，我都不想掉了。不要掉啊！真的不要掉。那放干现在是比动鱼啊，放干超浪费时间的。第二条20公斤的，哎呦，哎呦，我好安全，赶快上钩，我好安全，赶快上钩。还好还有1分钟可以掉。老板，我这里是刚好中心哎。可是我这样等一下那个就不够大了。挖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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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挖起来！老板，你比我重了，现在。我起来，你等一下掉到了啦。哦，哦，好啦，我多挖一个洞给那个好了。给紫色。谢谢老板。他的板边。哇哦！我刚，你知道，我刚刚看那个钓竿卡住，然后我看一下，哦，原来它结冰了，难怪钓不起来。哎、欸，只是我在艾琳旁边挖一个洞。哎，好。看到 F 啦。一个死，一个死，然后还有一个在安全区在外面。哇！化冰的声音啊。他刚刚很蠢，都没有，都没有。该买大的转动了，没钱。缩小喽，秀秀进来帮你挖洞喽。秀，你快跑来圈圈里面，以外的地方不能钓鱼。你可以钓，钓不到。可以钓，你钓不起来而已。哇！一来就有鱼钓，你看。有鱼。完了，这条鱼好像有点小。它扯得很厉害。的精力。过来。我这条鱼666哎、欸。哦，有，这条不错。洞太小，洞太小。我的是重型的，它不会动太小。它没有，它不会动小的啦。可恶！啊！哎呦，好恐怖哦！应该没了吧？没有，他不会再说 了，他不会再说了。没有再说了。果然一开始挑好位置是对的，不用起来。而且你听那个声音，你听那个音效，那个外面的风暴好像有点大。我听到声音了、欸，对啊，风声好大。啊、我的那个水坑在滴雨、欸，哎，在滴水，你知道吗？在滴雨水。呀、啊，我不敢钓鱼了、欸。我起来了，要中大鱼你！哇塞，外面好帅哦、喔！我这条钓完，我也要去逛。好帅哦、喔！我也不钓，应该不够。哇！不钓了啦，不钓。哇！等一下看不到路回去啊！看地图啊！正在看啊！哇！好白呀、喔！哇！我去！出一下！哦，看不到，看不到，好酷啊！往上跑先啦！好，收杆。我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回来了！来了。我来看。哇！我看到那个圈圈的。这东西。你看得到我啊！你看。哎，这路。哎、欸，你要往下走，往下走那边有那个栅栏，我在你旁边绕，你有看到吗？我看到了。
我是说那个。我是，你可以按息啊，可以按息。这风刮好恐怖。那雪呢？按息好，按息好有趣哦。真的哎。而且不知道安全点到底在哪里。是吧？等一下说安全点是在那个圈圈那里怎么办？大家都共鸣。不会吧？不会吧？我还是站这里好了。要Tina上去圈圈里面，来，你就可以录音了。哎，会不会真的在上面啊？就有可能的。真的哎、欸！我53公斤哎、欸！我第二，我第三名呢、欸！你看我，我第二名哎、欸！你看我，那只有两条，其他全部都是动态。天哪！天哪！就想说怎么还没有绿色圈圈？再来啊！还要风暴吗？来啊！那一样总重量真的要在那里面啦，总数量好了，要总数量不总重量吗？玩一下总数量，总数量哦，要换小钓竿了，要换钓竿了，要换钓竿进去再换啊，你先改好是耶、yeah、保存拨给地图哦啊没改到地图就看都行，那、啊、算地图随便好了，鱼类一阵风暴大大桌子总数量，那地图地图是西海岸。西海。风暴。我们。哎、欸，不可以偷跑！没有，开始了，已经开始了，开始了。没有，因为我刚刚倒数才刚倒数，还、欸、没有啊！等一下，明明只是比数量，为什么我要特地找地方？要找你那边不是啊？好地要找好地方。重点是，重点是你在哪里都没用啊！你点还是要看风暴在哪里。对啊，先随便找个地方嘛。我刚只是去换个钓竿。嗯，等一下，为了避免洞太小，我还是用大的好了。可是这是数量，数量不代表不会钓到大鱼啊。你钓浅层的，我几乎是没有遇到这个问题。还是保险吧。要换钓竿。钓竿不晃会有，其实还好。他说了，要来了，要来了。好好，我这也很 OK， 大概中心。我都钓不到，我手你们钓到了，我手你们钓到了，还要说到我，我觉得我要改位置，我、啊、真的很敏感哎、欸，一个新的鱼竿。
我看到有人在原地钓鱼。我吗？我也是。为什么？怎么打？拱桥大成功！晚安，晚安，晚安。不是要成功让他折吗？其实我觉得骨折就只是拱桥，他没有拱那么起来而已。又要说了。还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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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没事，还没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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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前面都还没事。啊，不行，拉屎！哎、欸，我也成功的让鱼在游了。哦哦，好恐怖！那个是谁？那个点歪的是谁？那个是谁？要走了？你点歪的吗？还有一分多钟，没关系啦。先等这条鱼上来再说。对啊。嗯。哇、哦，32公克。你还不吃，你还不吃，我要走了、哦。直接走。可以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我要先送你了。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看，你再不吃，我要跟艾琳一样走了。又要说了，就是要开始说。哦，开始。我还在。没有，就是现在才开始说啊！刚刚是跟你讲说哪边到哪里而已。啊、可以的。不可以，现在才开始说你是嘞。啊，打吧。点你哦。嗯。还欠我乐视哦。没有没有，是刚不是赌？没有赌啊。我最不该跟人打赌。你们，嗯，鲤鱼，嗯，鲤鱼最大条，嗯。啊。哦哦，这个输有点大哎、欸！哎、欸，这样不对吗？哎、欸，那这输太大了吧？啊，你干丢？全部都要动哎、欸！嗯，不用啊。
哎呦，这条好恶心哦！天啊！不管，先动。我看一堆人在跑了。快，你要不要上钩？我觉得还要再往右上跑一下呢，秀，你觉得嘞？我觉得还要，但是我想说等它缩小我再跑，反正它现在只是预告。可是我觉得我们如果先跑到一个点的话，它就不用那个了。因为我现在有鱼，我不想跑。你跑了之后就没鱼了。对呀。好了，就这里了，赌一把。而且洞又要钻很久。还是会先走的。要不要上钩？要不要上钩？我觉得会缩上面呢、欸，这边还是安全的。啊，等一下再讲嘛，那等一下的事。上钩啊。